进前哦，你唔是有来找恁阿姑讨论迄丁选当事的代志啊？我有听讲哦，风声音乐的张会长嘛有兴趣要去选呢。进前我有甲伊接触过，我感觉哦，伊应该也是一个袂歹人选哦。多谢你的建议啊！连我进前有听爸讲过，我妈搁在生的时阵，甲阿姑有签册一个书啊。主要的内容就是爱你要感谢公司的代志啊，所以这公司的代志哦，不算你费心。你把你的身体顾好，顾囡仔顾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哎呦，你误会啊！我并无要干涉任何代志啊。搁较安怎讲，我的手头嘛有红藤的股份，所以我当然嘛希望红藤会当趁钱。我是真正感觉哦，张副院长是一个足好的人选，所以才会推荐乎恁的。这人的风评我嘛有听过，不过拢唔是好的。像这种人根本就无资格做公司董事。威廉啊，你才真厉害呢！连咱议定夫人你也请的叮当，无简单哦。假讲的，我什么人啊？其实哦，我感觉真意外啦，我嘛真好奇，想要知影。为什么咱夫人啊，要来反北议长做这款的人事安排呢？哎呦，这边哪会当讲是反北？啊，虽然讲阮是翁仔某，啊，不过有家己的需要，安尼嘛真好，敢毋是？志成哦，拢伫无闲红生医院迄边的代志，红藤就只好互我来操烦啦。是讲头拄啊，我有听潘威廉讲啊，我感觉哦，伊的建议袂歹。假使讲张副院长愿意甲阮配合，我伫开你的前途会比即马更加好过六倍哦。真好，夫人，你既然甲话拖到这尔白，来了我就承认。其实我嘛有迄个野心，想要发展无同款的事业。安尼以后吼，就唔忙夫人吼，多多看心。哎呦，张副院长，你太过客气啊！以你的能力哦，一定会当给我真济帮助，才咱会当顺利把红藤摕到手。以后感觉今日无钱通好赚。我拄仔听伊刘夫人讲，罗振群反对你选董事，这咱可能爱想一寡办法来解决了。你放心啦，除了伊以外，我会当为议长那边哦下手啊。你是讲吴志成啊？不对，只要吴志成肯站在我这边，那罗振群是要算什么？哦，就自信哦！来，我带，来，我带。志成啊，你得好好考虑，因为你是红藤的大股东，应该要有家己判断的能力，千万唔通别人讲啥就做啥。